台湾的朋友啊，你这个是我们公司华华的笔记啊，怎么样？笔记。笔记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你们，他喜欢的颜色，对吗？这个，用来做我们公司客户的网页的颜色，这是哇，那么多颜色，这个是大概是，然后想一想哦，我忘记了，祝你们平安喜乐。午餐吃什么？拜拜喽。